他们拍婚纱照，我吃饭。差不多了，要出锅了。拍婚纱照的，他们是拍婚纱照的，刚刚过来跟我说，看我在这里干嘛？等一下看他们怎么拍啊！我先吃饭，我的饭马上熟了，这个熟了，那个小炒肉，出锅出锅出锅。哇塞，这个营养太丰盛了，我的天哪，这样补起来怎么受得了啊？去我车里面拿碗去，拿碗拿碗，看看有没有碗。按道理来说是有碗的，上次给那个小狗喝水的，没事，关起来。拍婚纱照的，哇塞，真漂亮。嗯，相当美味啊，这个菜啊，烧的没话说吧，哇塞，太香了，我这两道菜实在是太享受了，实在受不了了。哇塞，那边还有一位大叔，呵呵，看着我这里吃饭。这里要拍照啊？我拍那边。哦，这都日常吗？这是野炊吗？这些，这野炊也算，日常也算，旅游也算，什么都算。哇，那挺好啊，挺好。直播吗？没有，拍这里来记录。抖音，抖音也有，都有西瓜。哇塞，好漂亮啊！哇，正好。可以吧？啊，这样两面的面，对吧？他们拍婚纱照，我吃饭。啊，两种南瓜。啊，两种南瓜看老公啊。这张手一二三，手向媳妇儿啊。啊，走太阳。给你看老公，一二三，走帅哥，对，不错啊，哥。我看一下这个啊，看看那边好看。倒头，啊，表情放松，准备一二三，走，哎，停，来，我看一下啊，哎，嘿嘿，姐姐，嗯，好了，我吃饭，对，都没有集中吃，太好看了，今天非常的漂亮，停，哇塞，啊，晒个裤子，抱媳妇来。
特别棒。准备啊！准备了。啊，美女，低头看下前面的路啊，帅哥也看前面啊，准备啊！等一下，等人走完了啊！一二三，走！停。那个车在后，有车在后面。等车走完了啊！啊，美女再往后退一点。没得退的啊，准备，停齐好了，美女，准备。开始。一，车又来了。再往前走一点，别动啊，准备数一二三了，一。二三走。我在后面吃饭。行。一个美女。啊，再来一次。好嘞，美女。走了。太棒了，喜庆啊！这路上遇到结婚的，拍婚纱照的，非常喜庆。今天我的菜也非常的漂亮，像新郎和新娘一样的漂亮，美味。哇！看他们拍。菜都没动，吃完了，我把这个菜没吃完的盖起来，晚上还可以搞一餐，一个人吃，爽死了呀！不要掉下去了，盖起来。OK， 我来试一下这个锯子好不好锯，试一下，这个锯子是新的了。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。真快，一下子就搞断了。把这个拿过来，吃完了，休息一下。